那各位同学，我们再继续讨论那个，就是氢原子哈，它能介那个电子能介的修正项哈。然后我们上次不是谈到两种吗？哈，一种是这。哦，那我们上次谈到哈，我们再复习一下了哈。或者我顺便问你，第一项是什么修正项？对，相对论的修正项。第二个呢？什么相对？我们叫自旋轨道，这是自旋嘛哈，这是轨道，这样清楚吗？这是轨道的角动量嘛，所以我们叫做自旋轨道交互作用，这是自旋轨道交互，那上面都是相对论的。那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它的物理意义了哈。这一项当然是我们知道这是，这一项主要是拿出来的，因为电子靠近原子核的时候，那速度非常高了。所以我们需要考虑到相对论效应。不过它 order 呢，它大小呢，大是很小的哈，就是说10的负5次方动能而已的。那这一项来源是什么？我们再复习一下它物理来源。对，就是原子和电子有轨道角动量的时候，原子对电子坐标来说，原子核也是怎么样，也有它的相对运动。那相对运动产生的磁场跟电子磁火局交互作用这一项来的。不过从古典物理得到结果，这边差一个，这边少一个二，这个结果是从相对论量子力学来的，这边就差一个二了 ，OK 哈，那我们用准确的结果了，那底下哈，我们已经知道围绕项了，对不对哈？下一步我们就要算怎么样，算第一阶的能量修正了。第一阶能量修正对吧？那我们看一看这能量修正是多少。所以我们第一步算要算这个，就是说 NLM 这个轨道，它的能量会改变多少，受这一项影响会改变多少，那我们知道这是对不对哈？这是我们的波函数嘛哈，镜像部分，那这些都你们书上已经有了，这书上有个表嘛哈，那这求解函数你们书上都有这个表 ，OK。那我们下一步就要做这个积分，做这一项。在做这一项之前哈，我们可以做一些我们有一些数学技巧的。我们数学技巧是这样用的哈，你们看 H1 我们可以改写成这样子。这平方是 P 平方，平方所以是4次方，对不对哈？或者这个。那底下是4嘛，2得4，4跟2变成8嘛，然后 M1 的平方再1次方，所以变成3次方，然后 C 平方，对对哈 ，OK， 都写了没有 ？OK， 那其实这一项是什么？对，就是我们原先的怎么样，古典的动能啊，这可以写成这样子，对对哈，就说有效的 reduce mass。跟电子质量是怎么样？非常接近嘛，所以我这边用个金丝符号，那这个等于，我写在这边哈，你们知道 H0，对不对？就是氢原子的原先的海明川链，就是动能部分，然后减掉位能部分，加上位能部分，那我们可以改写过来，是不是这样子 ？OK 哈，所以这边所以就知道 ，OK， 这样会的哈 ，OK。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带到这边来，把它带到这边来，我们就得到，对不对哈？给哈，那我们把这撑开来，我把这撑开来就，给哈，我们就总共把撑开来就变成这个，给，这边原先有两项了，一个是这个，给哈，给，就是一个是 R 在前头，这个在前头，这个、在后头。一个是这个在前头，这个在后头 ，OK。那如果它是孔命的话，你就可以把它合并在一起。OK， 有没有问题 ？OK 哈。那我们下一步就是要做取那个，就我们取这个矩阵，就取这个第一次的能量修正，所以我们就得到这边有两个积分的是 OK。同学抄了没有？对哈，首先我们可以做角度积分，就说
这乘上这个，然后对角度积分等于多少？哎，等于一哈，因为它是我说 normal 哈，所以把我把角度角度圈角度的积分我把它擦掉了哈。嗯，那剩我们剩下这，那我们再看它一项一项，我们这边总共有一二三四四项嘛，对不对哈？那我们看一看，我们把那个系数提出来。今天我们把这个系数提出来，那剩下这个积分，这等于说这项等于多少 ？H 零作用到它等于多少？这是 eigen value 啊，哦，所以 eigen value 我们就直接写一 n 零，对不对？那这两次嘛，所以怎么样？所以平方，对不对？你好，那再过来这一项呢 ？H 零作用到它什么？一个 en， 对不对哈？那这个呢？你也可以这边作用到左边那个，也可以得到什么样？也可以得到 en， 所以我们这边这一项就变成是加上两倍的 en， OK 哈，然后接一平方，啊，那这一项就是接平方一四次方，然后。是不是这样？给哈，那我们可以把常，我们把那个常数哈，把常数提到前面去，就得到。好，我们就得到这个结果。好，你们知道这个符号哈？这个符号就是说这个积，就这个对这个的积分，啊，这个是对这个的积分，这样会吗？我就不用全部写出来了哈。给还有没有？给有没有问题没有？张俊云，什么问题没有？OK 哈，好，这两个积分哈，我们在讲氢原子那一章的时候，你们书上有，已经有结果了，好，这两个积分，好，书上已经告诉你结果了，我就把书上的结果直接带进去，我们就得到，好，是这个哈，对。同学都抄了没有？我再讲一次哈，这个积分结果跟这个积分结果，你们书上已经有了，在氢原子那一章，好，所以你把那个氢原子那一章那个结果把它带进来，然后下一步哈，你再把这个能量，把 en 零带进来，啊，这在你在氢原子那一章零都有了，啊，那我把总最后结果我把它整理出来是这样子，啊。你把它整理出来以后，你可以结果可以写成这样子。那阿尔法哈，阿尔法已经跟你们写过哈，我在氢原子那张我已经写过，我再重新写一次哈。阿尔法，你好，阿尔法是我们叫 fine structure factor 哈，那它的数目是这样，差不多是这个137分之一哈。Okay, 有没有问题？好，那这是那个相对论修正项的它的对轨道哈，对轨道造成的第一次能量修正，递阶能量修正。好，同学们再校对一下，看有没有问题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步就做第二项，就自旋轨道交互中的修正项。好，我们现在做 H2 的哈，就它的修正项。那一样，我们先把那个，我们这不容易处理了。我们现在把这个哈换成那个 eigen state， 啊，您还记得我们在讲那个轨道相，就是自旋轨道相那个两个角动量相加的时候，我们有这个嘛哈？那我们现在利用，我们把它改写成新的它的总角动量的那个。总角动量的那个 eigen 这是它的 eigen value 哈，跟 eigen function， 所以我们先这样做哈，啊，这总角动量，给哈，好，总角动量是等于这样，对不对哈？那总角动量平方，啊，等于是，对不对哈？你们看，
好，所以我们有了这个了哈，对不对？我们 S dot L 呢，我们可以展开成什么样？可以写成是 J 平方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减掉这两个，所以我们就得到 S dot J， 看到没有？好，那我们底下就要利用这个了 ，OK 哈。好，那下一步哈，我们这以后就要表示成它的 J 平方跟 J。z 方向分量的怎么样的破那个 eigen function 啊，我们再复习一下哈， z 平方啊，如果曲线是 L 状态，我们做曲线哈，就是说轨道部这是 LM 呢是怎么样轨道角动量 L 的 eigen function 它的量子数了哈，那还继续，我们可以构成几种，可以构成几种那个，这可以组合成这。我们算过有几，我们已经我们在讲这个 S 跟 L 相加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解了这个结果。我把它写下来哈，一个 J 还记不记得？那 J 等于多少？有没有都忘掉了哈 ？Z 我们有两个解，一个解是什么解？啊？对，一个是 L Z 等于 L 加二分之一 ，Z 等于 L 减二分之一。还记得我们有这两个解，而且我们也把怎么样把破函数解出来了。啊，你们就不用背，我就把。我把它写出来，然后你们再复习一下以前所写的笔记哈。所以我们知道这 phi 啊 L 加二分之一，对不对 ？OK， 好，它可以展开成什么 ？YLM 跟什么？跟自旋的，还记不记得自旋的状态？我把它写下来哈。这是等于，你们看看有没有记得的哈。好，你们有没有这印象了？好，这我们解过了哈，你们再复习一下。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哈，你们都抄了没有？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哈，我这边原先我们导的时候是 m 加上二分之一嘛，对不对哈 ？m 是属于 L 里头的怎么样？不同的什么？不同的分量嘛。那我现在问你们。我如果怎么样得到 M， 你们会不会想到，既然有这个话，有没有这？有没有这？有哈，那怎么样得到这？你需不需要再重导一次？不需要，同学说不需要的哈。但你怎么样得到这？得到这里的公式了。我意思就是说，你怎么样得到这？啊？哦，你的洛林啊，洛林，你是用洛林 operator 是吧？我现在就说有没有，我只要把它写在这边了哈。一个是 L， 怎么样是得到这？当你用洛林 operator 也可以了，但其实没有必要的。你把这 M 换成什么 ？M 减一就可以了啊。把这公式里头的 M 换成什么？换成 M 减一就得到这公式了、啊，会了吗？你不用再重新推导了，清楚没有？你不用再重新推导，你只要把这个公式里头的 m 换成 m 减一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样会的哈。OK， 好，我就得这。OK 哈，把这式子的 m 换成 m 减一，你就得到这两个。OK， 都写了哈。那我们休息一下，我们继续。底下是解它的怎么样能量修正，给它。